把七里香不同部位萃取的精油滴在瓶内试闻，再依个人喜好增减记录下来，就成了属于个人香氛气味。因为我自己本身调的是比较偏叶跟果的部分，所以整个的气味跟大自然的味道很接近。林保署台东分署与精油业者合作，利用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的七里香全株分别萃取出精油，有高雅花香、青草味叶香及甜蜜果香的三种味道，提供民众自由混合调配，而这也是国内首款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香氛识别。天然物取出来的东西，它经过了这些气候的条件不同的时候，它自然的自动转换，那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过程里面来讲话，将大自然的味道呢能够带到家里面去，找出属于在地森林的味道。如果味道能够让大家有连结的话，它会可以变成是一种生活上的体验跟记忆。透过精油的味道与生活记忆连结，林保署台东分署未来也计划推出四季特色主题精油，提供整合园区生态导览及调香体验活动游程，让游客享受寻香品香的森林疗愈之旅。原视新闻台东分台东北南场报道。